阿姨，吕浩林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小子现在是叫花子剥蒜盘啊？我让你最终会抱着金砖跳海的。阿姨，我那个……我什么我？走，找地方说理去。难道还没天理了？什么？啥玩意儿？走，咱们别说去了。我不允许他进咱家门。默默呀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你根本都不太了解他是什么样一个人。妈，你别生气了，那咱们去我家说好不好？你家？你哪有什么家？啊，不是，浩林家。走吧，咱们别在大街上大喊大叫的，影响你的朋友形象。阿姨，您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妈，进来吧。您换个拖鞋，阿姨。这个有一。啊，这有灯。啊，我在这屋睡，阿姨。这么小的地方呀，还是租的？我给您接点水，阿姨。这是白天烧的凉白开。超市，你吃橘子吗，阿姨？妈妈买瓶矿泉水。我喝不了自来水，顺便再买袋咖啡。我吃橘子上火。好，那你俩先别激动，等我回来啊。去吧，戴好口罩啊。好。哎，阿姨。刘浩林。哎。你等我回来好吗？说说吧，什么意思？阿姨，没有什么意思呀，我反悔了呀。反悔？你知道协议吗？你反悔了是要支付我200万的，你拿得出来吗？怎么个意思？中彩票了还是变富二代了？我掏东西呢，我就没签字儿，我给什么200万？你钱都拿了，你想空手套白狼呀你？我又没取钱，我套什么大灰狼？哎，回来了。嗯，怎么了，宝贝儿？累成这样啊？来吧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让狗撵了呀。说什么呢？我跑着去的，我怕你俩吵架。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妈妈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见的人比你吃饭都多。外面那么多好男人，你怎么就看上这样一个穷小子呢？走，跟妈妈回家，慢慢跟你说。妈，坐会儿吧。你看来都来了，我水跟咖啡也都给你买好了。那你也不忍心让我白跑吧？我先给你冲咖啡。妈，您是不是说上次您给浩林的那张卡呀？他已经给我了。给你了？他怎么会舍得给你？这我刚刚去车里拿，您看是不是这张卡？怎么会在你这儿呢？那天浩林走的时候就已经把卡给我了。其实这两天他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下班也没有人接我，也没有人等我，我就看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我满城的找他。你太单纯。妈，给您说个事儿吧。其实我们两个呢原本只是朋友而已，那天他去咱们家也是假装我男朋友。但通过这件事情呢，得感谢您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内心，现在我已经是浩林正式的女朋友了。默默，你这样说我很痛心，你这是让我弄巧成拙了呀。我刚才看在你回来对这个房间挺熟悉的呀，这个房间还有两个枕头。妈，我只是来过，再说那枕头又不是给我准备的。不是给你准备的，那说明是给别人的了。我告诉你默默，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夜不归宿。妈，我都多大了，你管的也太多了。你多大了还是我女儿？这屋谁住啊，小刘？啊，阿姨，这屋空着呢，房东还没租出去。这么小的房子他还要合租呀？这合租起来方便吗？这万一要是个男的，我们家默默多尴尬呀，你说是不？啊，阿姨，我没想到秦墨会来到这里。没想过，那说明你没远见没自信。阿姨，我觉得这环境很好了，
有空调，有电视，比我之前住的城中村啊要好100倍。城中村您可能不知道，冬天冷，夏天热呀，还没有空调，冬天能够冻醒，夏天一晚上要洗好几次澡。我记得那年北京的雨下得特别大，我那个城中村那个房子上有个排风口的洞，那个雨啊就顺着那个墙哗啦啦的往里灌。行了行了，别说那没用的，没有时间听你回忆往事，我们也没有住过城中村，这间次卧我租了，回头你给房东说一下。啊，您租下来干嘛呀阿姨？就来干嘛，保护我女儿啊，一是提防陌生人，二是提防你。哦，我走了。小刘，金额不满意、哎、你可以说，只要我在，你和默默就不可能。默默你也趁早死这条心，你只要不相亲，你俩就不要再见面，你看妈妈能不能做到。妈，你总不能把我关起来吧，那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了。阿姨啊，我特别喜欢大鱼海棠的一段话，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，你不妨大胆一些，爱一个人，攀一座山，追一个梦。